Sofa 是一個國際的品牌，我們專業是製造一個 Sofa 的，來了香港大概一年左右，在2010年開始我們就開了5間店，在一年的計劃中我們會再開多兩間店的、比較大的店舖，大概8000呎，希望就是再招聘多一些我們零售業的精英加入 Hoka。咁 Hoka 我哋希望你想就招聘嘅精英入面咧，佢可以係將佢嘅主動嘅態度都係見到啦，主動積極之外，其實仲要係可有自己嘅想法，另外係明白我哋嘅服務嘅重要性。咁 Hoka 其實職位上面咧，係所有職位我哋都需要，因為講緊我哋嚟緊係開其他嘅大型啲嘅店鋪啦，就零售店鋪的銷售員去到經理，又或者去到辦公室入面的可能採購員啊、市場部啊，所有職位我都需要的。咁我哋都希望就係話，所有對於零售業有前景、希望的年輕人啦，都可以參與一下啦。咁至於入職面試的 tips 啦，其實我哋一般僱主一樣啦。我諗最緊要就係態度誠懇同埋願意負責，咁同埋就最緊要唔怕辛苦啦。因為零售其實出名係辛苦嘅一個行業，咁我相信其實個前景係可以吸引到大家去發揮你哋嘅所長嘅。